点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呢？你着啥急呀？有可能路上堵车呢。他就住咱对门，堵啥车呀？哥嫂子，开门呐！来了。哎，嫂子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这你嫂子呀，都准备好了，衣服啊、词儿都备好了。就那就开始吧。开始啊！啊，开始。先来哪个呀？咱们先排一个 MV 啊，但是这个 MV 啊，跟往常的 MV 咱不一样。咋的呢？咱走喜剧路线，行不行？不一样了。对。那个名字我都想好了啊，叫《村头树之恋》，爱情的。对，好，我演男一号，我演女一号。那我呢？你演那棵树。开玩笑，能让你演树吗？就是。那演啥？你演导演。好，兼摄像。这个摄像这活一定给我整好了，365度无死角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就跟着你就行呗。对，跟着我。好，你能不能好好找好镜头啊？这说啥呢？360度全无死角，你是咔，你说怎么整？你都行啊，没事啊。啊，班长啊，双机位给你录。这个是啥意思啊？火山小视频吗？一拍完了之后，我再发网上去，还能挣点钱呢。都玩儿。行。3、2、1 ，Action。干啥呀，桂霞？咔！我都录不下去了，太土了吧？你改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，不，你不能叫铁蛋了啊，你叫紫藤。哎呀，导演你闹呢吧？我姓杜，我叫杜紫藤啊。我是导演，你是导演，你不能叫桂琴啊。我叫啥？你叫唯美一些的，浪漫一些的，叫米花。我姓鲍吧。你是导演，我是导演。你是。来，3、2、1，艾克森。肚子疼。你给我站住了啦！难道你不知道外边好冷好冷的吗？爆米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人家呢？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走？我有梦想啊。好，你要是真走了，我就会把你的腿腿打死蛇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把你的腿腿打死蛇。再说一遍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会把你的腿腿打死蛇。哎呀，人家不走了了。打死蛇呢？疼不疼？很疼。咔！咦，这段太好了啊！太好了，咱这最近通告也太紧了。演唱会，哎呀，这个行啊，大笨啊！你要演唱会的话，我可不能给你当摄像师了。我这一身才华呢，我可以配合你。谁呀？你会啥呀？会啥？我啥不会呀？说学逗唱。吹打他了、你哥，我跟你说，啥都会。我老公那可不下的鼓啊，准备好了都，打20来年鼓了，20多年了，那可不，但不一定能打好啊。说咱在沈阳啊，就在辽宁，就在全世界，你这鼓打的哎，最棒，低调，啥也不是。这么的哥、你给我当乐队，我唱首歌，我给你打呀。对，行，我把这摄像头放这儿，准备没？好，这个啊，你要是看演唱会的话，都哥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看看，你打鼓，我主唱，你伴唱。那行 ，OK 吧？组合呀，来个组合。一只猪羔咽吼嘿吼，三猪望呀喊吼嘿吼，百年森林要吼嘿吼，开动大帆船，大帆船。